蓝舍一号，专利号 ZL2011-0208-043.5。高速出行从此简单，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加油省钱利器，中国石化加油湖南 APP 已上线，等你下载体验。加油湖南，为美好生活加油。整点报时，由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冠名播出。整点报时，由玩水圣地乐水魔方特约播出。长沙乐水魔方，一个专属你和孩子的亲子水上乐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湖南 FM90.5， 北京天津 FM99.6， 河北 FM101.2， 湖北 FM94.8， 上海 FM95.5， 西安 FM103.5。FM905路况信息，立体路况。欢迎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905交通广播，继续为各位来关注目前的路面动态啊。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值班员妙叶芬，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怎么样。FM905路况信息，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正在连线中。叶芬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值班员妙叶芬。目前全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都是属于正常的。施工方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机动林沪昆高速邵阳。